有请下一位参赛者梁慧清，演绎福音电影《翻山奇兵》主题曲《在这世界看不够》。咁 Gary Sir 头先咧，上台嘅时候咧都赞我越唱越好喎，咁啊，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啦。咁你个后面收得好好噶，有你伴我就够，系咁啊。又系有啲惊喜嘅，点解咧？因为佢唱第一次。再唱第二次、第三、第四，你發覺每一次都比上次進步好多。你會唱呢啲歌嘅時候，會有啲叫懶懶地嘅嘢走出嚟。你已經改善咗啦喎，都提到我咧可以去改進咯。咁我哋做歌手嘅角色就係我同你傾緊偈，同你分享緊一個生命，分享緊一啲感覺。咁啊，而家越唱越好聽，好開心啊！聽到，咁我好期待咧，睇到你咧練咗50次之後咧出嚟嘅時候咧。我好相信咧，你會唱得好好咯，好感動人嘅咯。基本上講出曬咧，我一直咧咁多年唱歌嘅一啲嘅問題同埋盲點咯。嚇，記得攣下啲歌詞入邊嘅意思，讓你嘅心跟住你嘅歌詞咧去走咧，嚇你會感動好多人嘅。人嘅命運係咪無法逆轉嘅呢？喺2011年上畫嘅《翻山奇兵》。森美飾演篤信風水命理，被批命唔能夠活過30歲大限嘅保安。一次經歷遇上上帝，並同博覽館嘅歷史人物展開重生冒險之旅。我係天煞孤城，我一出世就嚇死咗阿媽，一路嚇住我阿爸，搞到阿爸破產收場。你一世黑气缠身，必定难逃此劫。30岁就系你嘅大限。我唔服啊！我唔服啊！送俾你，你要换水。换水？我哋要将光同埋盼望带嚟呢一度。你哋就一对翻山奇兵。翻山奇兵，翻山奇兵。上帝，如果可以嘅话。我真的好想为你好好咁活一次。我要呢个恶缘永远消失。凭信心，我要有好多好多活水。Yes。但是无论他是什么，他始终都是我的仔。我只是想他平平安安快高长大。宿命里面只要信耶稣，同上帝建立关系，得着天国儿女的身份，就有权柄，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可以得到自由。我终于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好运是由认识天上的爸爸开始。有请梁慧清演绎《在这世界看不够》。快乐从来是梦想，不知道谁是太阳，要是平凡是正常，我为何全部中奖？恶运如寒夜降霜，将黑暗无限变长，庆幸人逢绝处时，却可与你遇上。在这世界看不够，还未见过大宇宙，不满足不放手，谁愿永远失去自由？若我胜过这争斗，承诺会爱到不朽，冲开这诅咒，我便重生，如盼望成队友。纵
是常常如雪霜，很想旅程路更长，结伴行能力变强，每日从头为你想，再度寻求梦想。假使我如愿以偿，庆幸人逢绝处时，却可与你遇上。在这世界看不够，还未见过大宇宙，不满足，不放手，谁愿永远失去自由？若我胜过这争斗，承诺会爱到不朽，撞开这诅咒，我便重新与盼望成队友。在这世界看不够，是最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穷尽我的一切祈求。若我胜过这争斗，承诺会爱到不朽，捉紧这双手，快活人生，有你伴我走够。手一起走，以后人生要创造还有。刚才我所唱的那首诗歌咧，在这世界看不够，其实咧系艺人森美的生命见证。森美咧喺佢27岁嗰一年，佢同啲同事一起去算命问姻缘。咁上司就话啦，你好快就会结婚噶啦，但系过咗一年之后，你好快又会同太太分开。原来原因系上司话你将会喺29岁嗰年死于非命，这个就好似不能逆转嘅一个宿命一样，对心理影响好大。佢对生活冇晒动力，对前路觉得一片嘅灰暗。虽然我们都好像都没有好像森美这样有这个死亡的预言，但是其实我们香港人都好像他这样活在一个注定营营役役、注定跑不完的宿命一样。我们 我们的生活被工时榨干，父母化身成炼金术师，将所有的资源、时间、心力为的就是要练出一班社会认同的稳金术师。这些的价值观控制着我们，让我们不记得了，或者我们失去了上帝本身给人的自由和在地上的福分。3年前我都好像一般的人一样，就活在这个宿命的当中。当时我大女上小学，我真是怀疑人生，每一天都是为着工作，为着小朋友的学业奔波劳碌，我好不开心。我跟上帝说，神，我真的不想这样活下去了，我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，很多时间可以在教会服侍，我可不可以将我宝贵的时间放在有意义的事上面呢？点知上帝真系听我祈祷啊！佢让我带我离开咧，我呢一个 working mom 嘅宿命。我踏上咗信心嘅一步，我转向一个新嘅行业。这个行业佢系冇一个稳定嘅收入，但系时间好多。我咧就有好多嘅时间去做服侍，好感恩呢3年嚟。我的生活的供应都很足够，我又可以在外面的敬拜队服侍，我又可以照顾家庭，甚至参加这个比赛。
感谢神。如果大家都好想好似我咁，放低世界俾你一直嘅价值观，放低呢个劳劳碌碌增进嘅生活，交出你嘅未来，让上帝带你行嘅话，我好希望咧都邀请你能够同我一起去祈祷，好吗？喺圣经里面，大卫咧佢嘅诗歌系咁讲嘅：耶和华是我嘅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带我去到安歇嘅水边。神啊，我哋都活得好攰，我唔想再跟世俗走，求你带我去到可安歇之地。我哋愿意将我哋嘅生命都交托俾你，求你带我去到你嘅真理光明中。好似头先诗歌所讲，以后人生有你伴我就够。这个祈祷是靠住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，阿门。我哋揾陈太啊，为我哋帮阿梁伟清点评一下咧。唱诗歌咧，佢嗰个佢音乐感好强，可能佢喺教会服侍都会有一段时间嘅噶，几能够咧 draw 咗你啲 attention 咧，就系让啲会众咧嚟到几投入咁样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唱歌嘅时候咧，讲得几清晰嘅，即系你唔使点睇你都知道佢讲乜嘢，唱乜嘢咁样。咁其实咧，对于喺教会嘅工作嚟讲咧，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表达嚟嘅呢个咁吓。在他的这个价值观演绎的里面可以表达得更加好的。在他的表达里面又讲下圣经啊，即是口里面可以讲到出来啊，那很感恩是吧？那你都随时讲到才行的。那这里呢，我都给你一句圣经，就是我们求神赐你能够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为主作更大的事。好，多谢陈太。